啦，现在3D 的东西很流行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所以我开始会看这张图了。这个是哪里啊？贞节牌坊啊。啊，大三八的，开个玩笑，我知道我去过好多次大三八。大三八，好，我沿着这条路啊，这条路叫什么路啊？不重要。啊，再走过来这边，哎，这个是卖什么的？没有卖东西啊，这是喷水池。啊，对吗？那这个是哪里啊？你们都不知道分别啦，距离很重要，比例尺很重要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喷水池嘛，这什么糖啊？人池糖。所以这里是卖什么的、啊？我是饼。卖那个饼的嘛，杏仁饼什么的嘛。西吗？西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带我去看看啊。大概就这样。来，新马路在哪里啊？是哪一条啊？在心里啊，我喜欢你。每个人心中都该有一张地图的，所以我看到这张图，我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了。这个朋友很可爱，澳门真的有比房子还高的树吗？有哪里可以买到这么大的瓶子吗？我左想右想，因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地图是有陷阱的。地图是有陷阱的。啊 ，A 路线过于简化，过度泛化目标，艺术成分太高。比例不对，再举个几个例子，大家看看。哎，这是我们当时啊，在线国际补教机构，我们在台北招生，我们要给地图嘛，我们就给了这张地图。哎，去过台北没有啊？去过。你去过在线，厉害哦！那你是用这张图找的吗？不是。不是哈、哦，那你现在看这张图，你能说出在线在哪里吗？在那边嘛，我们所有学生都是讲在这边啊。哎，这个马路很大，这个马路很小，这个马路更小，这个马路是单行道，完全没有注明啊。很多人开车绕了2个小时还在绕，好不容易停车了啊，或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捷运出口出来的啊，到了在线之后发现我还是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应该，因为他忘记写在 B1。所以在一楼找，在二楼找，抬头找，完全找不到啊！地图开始出现陷阱了。可以跟你约改天吗？哦，你儿子在附近啊？那没关系，我直接跟他讲。好，谢谢。挂上电话之后，我往图书馆走过去，我看到一个学生。穿着制服，背着书包，手里拿着一袋面包。他向我走过来，我向他走过去。请问你是赵老师吗？我是黄志伟。嗯，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补习？哦，可以去图书馆，或是去健身房有图书室，还是要到我家都可以。我家很近，就在后面而已。志伟啊，那不然我们去那个新开的那个摩斯汉堡店就好了，很近。新开的摩斯汉堡店，老师，那家店开了好几年了哎。结束这堂课之后，我骑上我的摩托车，我用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。我在民权东路上一路向西，再一次经过松山机场，再一次经过荣兴花园，再一次经过殡仪馆，再一次经过洗衣天空，再一次经过婚纱大街，再一次想起。没有完成的承诺，再一次上了台北桥，再一次到了三重，经过三重的街道，我再一次上了中山桥，我到了新庄，沿着高架桥底下，我带转往我家前进，
是我家、啊。我记得我家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家。你不会变魔术？我会。你会？你相信你会就会。你是不是会一个叫做不可思议的贯穿？会。可不可以劳驾你不要给我看？我们请再到我旁边，谢谢。再给他一点。现在啊，帮我选一个你这边哦，从来没看过的人，帮自己挑一个看起来哦，比较可以跟你合作的观众。那就邀请他啦，各位掌声一个。我们大师要变魔术了哈，请在我左手边，稍微靠近我们同学一点，请开始。你是不是应该告诉他，把两只手举起来，让大家看看手上有什么东西？好，你先检视一下你的手，都没有事。你放在前面，高一点，后面看看。你是不是要让他把手握起来？好，好，对，好。你要告诉他把手握起来。你可以用粤语跟他说。不要让你翻脸冲动。现在你是不是要他选一只手？对，一只手就是 choice 的。还是感恩的手，感恩的手，感恩的手，感恩的手。好，那另外一只就不要了。另外一只不要了。等一下哈，不要。魔术师，你会不会抽烟？可以学。魔术师一定要抽的，用力气。谢谢你，烟灰缸。现在啊，你是不是要把烟灰倒到他手上啊？把烟灰放在你手上。好，不是放在上面就好了，放下。好，当然是没有。你刚做了什么事？把烟灰。你有感受到什么吗？为什么我感觉到有很强的感觉？那你可以慢慢把你的手打开吗？慢慢打开。娱乐场最多，有舞台嘛，可以让你发挥啊。